让我们单独啊，没有，还是一起来。亚丽莎基本绑定雪伦。不是啊，雪伦，这时候你等一下一定要让我们有独处的时间呢。在这个小奥赛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谁都不晓得啊。嗯。事情都瞒着你哦。一起挑战啊，雪人也要一起，好吧，这样也是可以，三人行，可以可以。以旧的 LV 为基础，副路线。买一送一不好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以剧情来说，少了雪伦，你就会知道一定会发生些什么。有雪伦在。就是很正常的路线。行きましょう。行きましょう。私の番ね。そこ。ゆ。わたこ。こ。すい。こ。ゆ。感觉就很爽。は。哦。俺の番だな。任せ貫け。就上次有看过。私の番ですわ。让你们接受我死线的厉害吧。こんなのいかがでしょう。吸过来。还 miss。俺の番だな。引くだ。今だ。有啦。不过三人行就比较麻烦了，就是如果要完美的话，就是每次有没有都去改一下 Link。 哎，还真的射击 Link 令爽爽，哇，大爽爽。やっぱりしっくりくるわね。そう言ってもらえると嬉しいよ。开心开心。哦，他很靠近的时候就会用小刀，有一定的距离。就会是用线，设计的很棒。破防的，都继续烈火。范围好大哦！私の番ね。燃え尽きなさい。啊，他其实应该不要用，慢慢增加他的 BP。棒棒！好奇ですわ。
很近就砍。我都是那个鸟鸟啊。哇，好棒的感觉，转一圈。行くぞ、突撃時、烈火。烈火。こんなのいかがでしょう。拿过来，斩！行くぞ，一打四，哇！刺激！みんな大丈夫？没就不。轻松过。最深处咯。どうやら一区切りね。不需要储存了，直接来。拜托，我们这么厉害。鲶鱼怪，才不会输呢。哎，太多字了吧？干嘛？太多了。哎、欸，麻痹！行くぞ，没水准呢、欸，我没有储存呐、啊，你别乱来啊！解除，等一下，冷静，冷静，我们一定有，啊，解除麻痹。麻痹就是风技啊，风技。驱动灵直接用魔法破防，还可以回血。我们等下开个大，然后直接把他们打破防好了。如果开个大直接打破防的话，那我们这闪耀天启也不要用了，就都来解麻痹了。这个让雪伦稍微多打一下，这样子他的 CP 就是200。太大！安安，你们好！啪！有爽有爽，哎、欸！我扣里恩是因为还想要看看亚历莎的大、啊，有这样子你可以用。大天使之剑。爽射一发，这是弓箭，这是弓箭，这是弓箭，又还可以动，行くぞ。他李恩就干掉大家了，你知道吗？再围撑一下，就可以再侦查一下他们。不能忍了、欸。
不管了啦，直接 KO 掉他们了。气噗噗，今天有看过了，这就跳了，顺便还会有胜啊，全 KO， 打光光。反正我们之前也有漏过啊，所以还好，不一定都要正常。很喜欢雪伦每次都转圈圈，呵呵呵。两位爱的共同合作，呵呵呵。新的东西，四处逛逛。哎呦，对嘛。脸红红，请两位慢慢来。一个小时好吧，一个小时，等我学人，一个小时后再见。哎，那我先带你来，我看看我们的宿舍长怎么样子。每个旧同学来都要看一下校舍。分真是好的，所以重点是没有看穿。哎呀，毕竟集团太大了，没有办法每个都知道。越来越遥远，明明就身在旁边。空间大卫还拉进来，这个一般同学绝对不会这样，好吗？这个太明显了。我还要强调，我比任何人都还要清楚。投靠过去。你看这个官配的这么的明明显显，什么单身线？其实没有，因为毕竟闪一闪二的那个羁绊就已经，对不对？それでも私は大丈夫。可以的啊，小事一桩。偷看，有人在偷看啊！等我一小时，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来闪一闪，闪！等下闪个的那个羁绊，如果选亚历莎线，就男女朋友啦。劳拉也是啊，选择劳拉线就跟劳拉男女朋友了。哇，直接多一颗星啊！哎，选了就差一点点，应该差一份礼物啊，再送他一份礼物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的羁绊都过了。接下来应该就是打小要塞哦。刚刚的那个图鉴其实也不会记录奖杯的条件啊，所以其实很 OK。我现在才看到，然后多做确认一下，对，确实没有别的了。啥得到？啥得到？就是让我们休息一下，就前往
要补补 CP。 说亚历莎人物笔记想看是不是？只有现在比任何人都认可自己的力量，那么就可以更加的努力。小第二季都结束了。